杀的不是父皇，而是我心中之魔。你的朋友们都为救你而死了，你又当如何？ 不留遗憾！果然是心魔患者。可惜了，已经龙破门，已剑斩心魔，可天斩剑还是拒绝了你。为何？当你已剑斩心魔时，我本看到你的天下之志，可心魔之后。 却又困于情意之间，这样的人如何应天，如何斩天？这是你的束缚，我的束缚。能握天斩之人，就不应有这样的束缚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也拒绝天斩。等一下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到这儿的人，我愿意给你时间。 再无见景，他还能撑多久，你便还能悟多久。呼啸万钧，雷霆。 没有谁能第二次进入这里，你可要想清楚。 可惜了，对帝王而言，有些尊贵是无关紧要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受了重重的伤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？咱们先能不能回答对方问题？你在里面没有受伤吗？ 你看，果然是个不错的吉祥物。从这里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